的男中音，如果之后练习能练到这儿的话，就很低了，偏低的男中音。嗯，偏低的。这个暑假 TFBOYS 的一天是从练声课开始的。由于一直在筹备两周年粉丝见面会，孩子们在假期里也显得格外忙碌。在两周年粉丝见面会上，每个男孩都要演唱一支单曲，每天的声乐课他们都要分开练习。今天的演唱，王俊凯和王源都完成得不错。这一首简单的歌，没关系，唱词也可以，没关系。这首歌好像你简单却又炙热。和另外两个小伙伴相比，易烊千玺就显得不那么顺利，一直找不到演唱的感觉。他是一个情感很出来再去做那个，现在有一点就是我能把它做完就不错那种感觉，嗯，不够满，所以他要再做的再强一点。到后面很着急，就会怀疑自己，嗯，唱歌这方面。虽然易烊千玺有着出众的舞技，但唱歌一直是困扰着他的难题。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偏高的，然后一些技巧啊，也都把握的不是很好。看着他们两个都做到了，然后我一直做不到，所以那会儿特别着急。临近演出，易烊千玺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他也有帮助自己减压的办法。看微博上面粉丝对你的声音很有信心，很喜欢你的声音，这样你就会对自己有信心。两年心理压力好很多，就很感谢他们。就直接就哒哒哒 ，boom， 八 ，seven， eight。上午 ，TFBOYS 的歌唱训练结束后，下午他们要继续彩排舞蹈。离粉丝见面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他们的训练也越来越密集。炎热的季节里，长时间的排练对他们的体力和意志都是一个挑战。我们走到舞台的最前沿。大家一起往前走，就是那种很高兴，好就是好玩的那种。对，走着各种凌波微步啊，或者怎么样，我们中间不停，我们直接走到这边来。三个男孩在舞台上表演歌舞，不仅需要完成规定的动作，还要和台下的观众互动，这也要求他们必须走位精准，配合默契，并且在短时间里记住这些复杂的表演要求。其实在我的舞蹈动作不管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就是会忘，就是记不住。其实三个孩子的先天条件都不算很好，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全靠两年来日复一日的练习。就连舞蹈最好的易烊千玺也是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舞蹈教室。组合成立后，三个孩子互相帮助，但学习舞蹈吃力的王源也有了更多的压力。组合成立之后，舞蹈对我来说还是很难，那就额外练习，就是练会为止。所有人都在看着你，你做不好是丢脸了。连续唱跳了好几个小时，三个男孩终于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今天王源的舞蹈完成度还不算太高，他似乎有点担心。
都疼，特别舒服。为了缓解白天的疲劳，晚上老师给他们增加了瑜伽课，当然这也是一种提高舞蹈技能的辅助练习。先弯左腿向上抬。和普通孩子参加轻松的兴趣班不同的是， TFBOYS 的歌舞训练量正不断向职业明星靠拢。重复枯燥的训练不可能让孩子们保持兴趣，他们必须靠自己的意志力去适应这样的生活。收住肚子，他不能再撅起来，前腿的膝盖稍微往外推一点，一会儿我去看雨吧，一会儿把背再延长一点。对，其实就连现在歌舞技能都还不错的队长王俊凯，小时候也很头疼这样的训练。我以前舞蹈课是不喜欢上的，当时我其实不太愿意来训练，然后是妈妈说你去吧去吧，反正免费免费，去吧去吧，混着混着走呗，老师教这个动作哦学了，然后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哦下课了，这样走走走走，这样。现在舞蹈课会比较认真上一点，因为不一样了嘛，就是不管是对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各方面的想法都不一样了，跳舞进步还是特别大的。也许在这个时间里，很多同龄的孩子都在享受愉快的假期，而 TFBOYS 就这样在排练室里过完了一天又一天。粉丝见面会前 ，TFBOYS 在万事达中心的最后一次彩排。以前他们参与的多是与别的嘉宾在一起的拼盘表演，而这一次他们将在这个能容纳10,000人的场馆里独立表演2.5小时。早在 TFBOYS 出道时，他们就和粉丝做了每年一见的约定，今年他们把这个约定搬上了大舞台。你们一拿麦架就会驼背，就会喜欢这么去就着他。你马上还把话筒这么移过来呢？就是反正就是一段一个人主唱，然后是其他人想喝两。如果全部上太累了，对，就是到时候再说。你们说那个问题，我不太介意。比如说你想说，我在唱，有人想唱，那我就合两句，这样会这样的。我刚才这个音量在这个地方，突然有两个人加进来了，他会有这个声音。那我在做后面后期老师，我应该推还是应该拉你们的声音？上了舞台，任何瑕疵都会放大。他们的舞台经验不算丰富，彩排进展的不如想象中顺利。嗓子使用过度吧，然后有些受损，就特别担心在台上会出什么状况。现在发生过啊？连续排练好几个小时，这是易烊千玺第一次躺下休息。此时王源的嗓子已经哑了，并且浑身酸痛难忍。王俊凯用3把椅子拼成了一张临时的小床，很快就睡着了。
斯到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过来领取应援物。我是从山西大同来，然后我今年是有30多了，就是30岁嘛，然后就觉得追星，而且是追一个14岁的小孩，可能很多人觉得可能有一点什么，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个易烊千玺身上，那个我能感受很多，也给了我很多快乐。追星最让快乐嘛，就是如果就是大家都能快快乐乐的，然后给他一个正能量，然后这种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产生这种能量是正能量的就好了。这些平时活跃在网络上的粉丝数量庞大，但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仍能自发而有序地组织他们的活动。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然后其实也不太善于跟人交流。我以前是绝对不会跟这么多人在一起的。说我大四的时候毕业的时候我去找工作，其实刚开始不太顺利，然后一直被拒之类的，然后后来就已经厌烦了，都不想去找工作了。后来接到别人的面试通知或者是我投简历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家小孩子那么小，才13岁14岁，一个人跑到外地去演出，他都敢，我为什么不敢呢？所以说我一想到我跟我们家小孩子一样的，他努力我就要努力，所以我就会很认真很认真，也不怕了，然后就去面试。后来终于就找到了工作，然后我想着小孩子经常来北京嘛，所以我有意识的就往北京这边投简历，然后后来我就投简历来到北京，然后现在也有时间来，有时候能看一下他。热闹的应援准备持续了一整天，在这里新朋友们相识，老朋友们重逢，一起期待着明天与 TFBOYS 的见面。短暂的休息了一会儿， TFBOYS 又开始了第二轮的彩排。此时观众席上空无一人，三个男孩独自享受着自己的舞台。王俊凯正在彩排的是一首周杰伦的原创歌曲。直到今天，流行歌手周杰伦仍然是很多孩子的偶像，小时候的王俊凯也不例外。原本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爱好，但跟着两个哥哥一起听周杰伦的歌，让他平淡的童年有了更多的乐趣。我第一首听到的歌就是《我不配》，我当时可能就个6、7岁吧，爸妈都不在家嘛，就一个人，还有他们两个就在一起听歌，就听的周董的歌，然后就觉得好好听，然后就觉得唱歌很有意思。虽然只是在彩排，但震撼的音效和华丽的灯光让易烊千玺看上去已有了巨星的风采。其实2年前刚出道的时候，这个男孩对自己所在的舞台还充满了疑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该怎么去做都不知道，脑子是空的。调整过来就是不停地练习，不停地加强自己，然后一次次去参加活动，在舞台上面的时候能看到台下有那么多人支持，就是为欢呼啊，就之后就很喜欢在台上的感觉。偶像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夜成名，即使是被时代选中的孩子也必须付出持续的努力，并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运气比别人好，然后有这样一个机会，已经是一个不能回头的路了，就肯定要坚持了。
我就觉得希望我们能一直平稳的，然后一直向上的发展，提升整体的实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今天 TFBOYS 两周年粉丝见面会在北京万事达中心正式拉开了帷幕。暑假的训练和准备，在这个夏天的尾声 ，TFBOYS 跋涉了两年的偶像之旅，终于走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任何一次巨星演唱会一样，开场才十分钟，整个场馆就沸腾了。TFBOYS 似乎一夜长大。大家好，我是 TFBOYS 队长王俊凯。也许是上天眷顾，让我们站在舞台中央；也许是前世缘分，让这么多人喜欢上了我们；也许是一路经历，让现在的我们变了模样。不管怎么说，能遇到每一个你们，是我们三生有幸。从进公司时的胆小羞涩，到现在可以站在舞台中央唱出自我的转变；从每节课跳舞拖后腿的拖油瓶，到现在能和队友完成非常完美的演出，中间的努力和艰辛我都会铭记在心中。当然了，受过多少骂和多少委屈也只有自己知道。三个不像艺人的小孩，哪里都是笑点，走到哪嗨到哪。我想对我最给力的队友说，过去两年你们俩教了我好多，经历这么多都在脑子里不会溜走，时间会证明友谊的坚固，咱们这样永远乐呵下去，未来也一起加油。有时候我也会回想小时候去参加选秀的日子，那时候充满孤单无奈灰心，
如今我会庆幸小时候的经历，如果不是那段经历，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每次训练累的时候，心里默默想着汗水不会白流，渐渐的受到的批评少了，得到的表扬多了，更认可我们的人也更多了。每一次受到表扬，我都会想起努力训练的场景。而最让我感到幸福的是粉丝们，正因为你们要用爱和热情去浇灌我们，我们才能变得独一无二，才能成为现在的我们。谢谢你们，让未来不是梦。还有，我很爱你们。让我们再次有请TFBOYS。在接下来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 TFBOYS 带着他们的观众重温了组合出道以来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并非获奖无数，也曾制作简陋，却让每个遇见他们的粉丝见证了一段在挫折和困境下仍然奋力成长的少年时光。两年的时间真的长大了很多，感觉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一个小孩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我反正全场都是感觉到非常的幸福，而且真的很符合我之前的期待。偶像是梦，乏善可陈的世界里面的一点蠢蠢欲动的梦，他们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梦想的投影，我们会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努力。我觉得未来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就是我对于他们身上的美的一个感知。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大家好，我是王俊凯，今年我14岁了。大家好，我是王源，我13。我叫易烊千玺，今年13岁。我长大以后就想当一个艺术家。我长大之后想当一个像周杰伦那样的自己会写歌的创意歌手。他也很火，然后我也像他想像他一样那样很火。但最后没有成功，我还是觉得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试试。也没有给自己设定第二条路吗？第二条路还没有想。没做这件事，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成果是什么样的。就完全是像梦一样，就没有想其他的。就是坚持。
其实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一样，你做任何事情都不是说我最开始就很成功就能做到非常好，我都是在不断的努力才能去把它越做越好，去做得完美。就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挣扎的，然后坚持才可以完成一些东西，可以让你觉得啊，你做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就是希望可以陪着他成长到那样一个年纪，走到更好的一个高度，在看着他成长的同时，自己也收获了一种成长。陪伴就是我走我的，孩子走孩子的，到那一天我也会特别欣慰地看着你走向你自己选择的那条道路，那我也会站在我的道路上跟你挥手作别。肯定有一天我们也会长大，可能那个时候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去顾及到他们了，但是这段时间的自己的这个状态也是值得怀念的。谢谢谢谢。这是201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后台。两周年粉丝见面会结束不久， TFBOYS 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演出机会。三天后，他们将在央视春晚的开场舞上亮相，迎来演艺道路上的又一个高峰。而三个男孩的故事也将继续感动着更多的人。慢动作重播。